Okay, hello everyone. So just for information, this panel will be all in Chinese. So whoever needs an interpretation, please use your headphone right now. Okay, 大家中午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江玉清，现在在 AppLovin 负责中国区的投放销售业务，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早早的吃完午饭参加我们的讨论，可能有一些其他嘉宾还在吃午饭，那我会加入我们。我不知道大家今天精神怎么样啊？因为我猜在座很多的听众昨天双十一是参加了一场大战，可能收获了很多的战利品。那么其实双十一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的节日。 在这一天的话，大家的消费能力是一次刷新了大家的想象的上限。那么，那些厂商在节日之前就会用各种营销的手段来吸引大家的眼球，在节日当天也会用各种眼花缭乱的促销来激发大家的购物欲。其实双十一只是节日的一个写照，一个代表。那么进入冬天以来，其实节日氛围是更加浓厚的。 像欧美的感恩节、圣诞节是马上就要到了，紧接着就是元旦，还有中国的春节。那么，为了迎接这些节日的话，除了那些品牌厂商和电商之外，其实作为游戏厂商的营销人员，提前制定一份高效的用户获取和市场营销的一个方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像今年年初的时候 ，Apple 的官方就宣布，在去年的冬天的整个节日过程中的用户。 在移动应用和游戏中的消费是比往年任何时候都多，仅仅在元旦一天的消耗就达到了3亿美元。那么在圣诞节的一个星期之中 ，App Store 上的整体的营收也是达到了惊人的8亿9000万美元，其实这个数字今年肯定会不断的翻高，打破去年的记录。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于游戏厂商来说，他们就一定要制定一个相应的策略来为公司获得更高的用户。 那么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有请到了3位嘉宾，他们在游戏的推广或者是追踪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见解，跟我们一起分享如何借助假期的这个高峰，帮助游戏公司去更加高速高效的获取用户，来分享他们的成功的经验。我来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坐在我旁边的 Harris 是来自 Nelegance， 他是负责大中华区的大客户。 他帮很多大的游戏厂商负责出海的整个的战略以及投放的策略。那么坐在中间的是来自 AppsFlyer 大中华区的销售经理 Claire。Claire 对于游戏和电商在海内外的投放也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那么坐在舞台右边的是来自深圳 Miniwan 科技有限公司的市场经理南亚东。 亚东总的话，他是负责迷你玩旗下迷你事业产品在整个海外市场的投放以及市场营销的制定。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整个节日方面的营销策略。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嘉宾，就是像美国感恩节、圣诞节，包括国内的春节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节日。那你们觉得在这些节日期间 ，UA 方面跟平常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要不先请 亚东总来分享一下。好的，非常感谢那个赞助方的邀请，然后呢，也感谢大家中午来参加。关于节日这块的话，主要从几个方面讲吧。从 UI 这个角度讲的话，第一呢，就是节日期间的话，用户的时间段会更多，那他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下载了产品之后，对整个产品的一个熟悉过程。 第二一个方面呢，是从那个买量的媒体平台来讲，在节假日的时候呢，因为用户的时间比较多，所以这些平台的用户活跃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去买量的时候，它的那个算法推荐来过来的用户呢，你单买一个之后下载，然后它的算法再去推荐的话，说明你这个转化形式会比较高的话，它会更多的流量展示过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从那个产品角度去讲，节假日的话，用户因为比较集中，所以集中去买量的话，用户更能快速的堆积起来，形成整个产品的一个生态。然后我这边会有一个案例，今年中秋节前后，我们在越南市场做游戏推广的时候，用了3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然后加上线上买量，然后再加 KOL 这一块的，然后再加那个品牌联动，三个礼拜就集中把用户导进来之后呢，后续我们就在不需要去管，然后他用户就积淀下来就很稳定啊。谢谢。好，谢谢亚东总。那个因为咱们现场下面也比较热闹啊，所以待会儿大家分享的时候可以就是离话筒近一点，这样大家也听得比较清楚。好的好的。那 Claire 这边呢有什么想法？大家好，今天很荣幸有机会可以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然后和各位嘉宾做一个讨论。然后因为我其实和两位老板的这个角色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更多是从广告主或者说从这种工具服务方这个角度来进行分享，但我们 AppsFlyer 呢是一家以色列的监测公司，我们可能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市场全行业的数据。那我们家呢，因为是做广告效果监测的，其实截止到现在，我们目前监测到的全球安装已经超过了70亿，然后监测到的广告支出呢也超过了170亿的美金，所以其实也可能我的分享和在座两位的观点不一定完全一致。那我这一次呢，就是也特意针对于这个话题，请我们市场部的同事给我们拉了一些数据。我这边可能从几个地区，然后和这个时间段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哈。就是首先我们看了三个地区，一个是全球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看了一个亚洲地区的，然后呢，同时还看了一个就是美国市场的。那其实关于这个 holiday season 哈，我们会发现，全球市场呢，它的一个时间段，如果就看下半年来说的话，可能是从9月份和10月份达到了一个高峰期。然后在亚洲呢，它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去年 Q4 包括截止到现在整个就是现在 Q4 还没完成哈，那从去年 Q4 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数据，亚洲市场它的市场支出最高的是在12月份。那刚刚亚东总他也讲了，在越南对吧，我们12月份可能中秋就是从9月份开始上升了，然后整个 Q4 的时候它会比较高。但是在美国呢它不太一样，美国这边我们会发现在 Halloween 就是万圣节这个期间10月份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高点，反而它到11月12月的时候呢开始回落了，可能会跟这个 CPI 这个波动会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Harris。大家好，我是 Harris， 我是来自于 Nanigans 的，我负责现在负责的话是我们的大中华区的这个大客户。那我这边的话可以通过一些数据以及说一些策略方面的话，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我所看到的这个 Holiday Season 它的一些现象吧。首先呢，如果我们讲到这个 Holiday Season，那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下什么是 holiday season。 其实呢在 holiday season 的时候，通常来说在对于西方国家的话可能是Christmas， 然后Black Friday， Cyber Monday， 甚至是 New Year， 这些的话所谓是我们的一个 holiday。 那我看到的这个除了这些传统的西方国家的 holiday 以外呢，其实我们中国的双十一目前来说的话对于整个东南亚区影响是蛮大的，包括我是从新加坡来的，我是 base 在新加坡的。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在新加坡的时候，我甚至可以看到 Lazada 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电商平台，它其实广告的话都已经推到了新加坡、东南亚，包括泰国呀、越南。所以说其实这个 holiday season 我觉得定义上的话不只应该定义西方的 holiday season， 也要看一下就是亚洲区的一些 holiday season。那通常来说的话对于我们 UA 的影响，其实我所看到的主要是在一个市场的 CPM 的一个推高。因为电商的这样的一个加入的话，通过数据来看，在 holiday season 电商 e-commerce 的这些 client 他们的花费的话，在于他们平时的花费呢，如果要一个比例来说的话，基本上是达到了一个10倍的一个方式。我可以给大家给出一个数据，像我们某一个client 在美国在 holiday season Black Friday 的时候，cost per purchase 出价出到3500块的情况下，你只能一天花到1000块。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
大家可想而知市场的 CPM 被推高到多高。那对于我们游戏来说的话呢，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因为通常你的这些策略在这段时间的话会导致你的成本会上涨，甚至你的 volume 会下降，所以这些的话呢是对于我们 UA 方面的影响是蛮大的。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holiday season 对我们 UA 的 campaign 的一个影响。好的，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那其实你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节日期间各个厂商可能会都有不同的策略，那在你们看来的话，在节日期间不管是线上应用内的活动还是线下的一些相应的推广重不重要？那如果你觉得重要的话，或者是在各个区域各个文化之间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会有什么壁垒这个请亚东总先分享一下。您讲的是就是就节日期间应用内的一些相应的推广或者是线下相应的推广好的，前边那个讲到的，就是在节日期间的话，就是这个电商这一块，当然会对游戏这一块的冲击会比较大，因为整个盘子有限的情况下，电商抢量的时候，那对于游戏的成本肯定会有影响，所以我们侧重于在节日期间的时候做推广的同时呢，要把那个应用内或者是游戏内的一个活动加强，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出海的知名的一个手机品牌在东南亚某个区域做一个品牌联合活动，那我们整个是动用了我们签约的有几十个主播，然后外加我们 Facebook 跟谷歌的一些投放，然后再加上一些签约主播一起去投，再加我们游戏内的一些公告以及奖励，然后整个对我们的产品的 DAU 的增长以及新增的一个增长拉升还是很大的。好的，谢谢。Harris 呢，您这边因为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广告主，可能也观察到他们就是有对应的很多活动在。是的，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对于 holiday season 的话呢，其实广告主会推一些所谓的一些活动吧，尤其是 in app 的一些活动，其实是对于用户的里边的所谓的留存以及它的转化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那另外的话呢，如果从 UA 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如果说你使用是一些关于 holiday 相关的一些素材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方式也好呢，他们会提高你的一些转化率。那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 holiday season 虽然是说价格蛮贵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通过从一些不同的一些策略方面的话，其实还是有蛮多机会的。好的，谢谢。刚才提到的是应用内的一些推广，那其实对于用户获取来说很重要的一块，那就是广告的素材。那其实我相信大家比如说在双十一的时候会在手机在桌面端看到各个厂商各种类型有关网购的数据，那么相应的对于游戏这来说，节日期间是不是素材方面各家也会想出不同的方案来帮助他们进行用户获取，那这个在各个区域之间会不会也有不一样呢？ Claire， 因为你这边会看到很多追踪的数据，看你是有什么数据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块其实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holiday season 我们会发现素材首先它的数量会增加，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呢肯定是因为 holiday season 到了，大家不能够一直长期用那些经久不变的虽然是跑得很好的 CTI 很好的那些素材，那你的素材随着时间的变化也是一定要去更新它的，这样子可以增加它一个时效性，同样对它的转化率也是会有帮助。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从数据上看到这个素材量的增加确实也印证了那很多广告主他至少会在 holiday season 去进行一个测试。第二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哈，就是我们会发现广告主他也是千人千面，不同广告主尤其比如说游戏厂商他的游戏不一样，它的表现其实也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对于有些地区的有些游戏来说，可能它的 holiday season 它换了一个素材，那它的 CTI 会更高了，它的转化率也会更高。但其实有一些相反不同类型的游戏，它如果也去进行测试，它的数据不一定会变好。所以其实对于我们一个第三方
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建议广告主首先第一要有这个就是一个追踪的意识，你要去用一个工具去看你不同素材的效果，然后有了这个效果之后你可以去进行对比，然后在你的对比的数据真实表现之上去进行一个决策。好的，谢谢。Harris， 因为你这边对接国内很多大的游戏厂商，然后那些团队其实他们自己的设计的团队是非常的有实力而且有经验的，我相信各家在做这些节日期间素材的时候，其实怎么说，思路或者说呈现方式也会不一样。那在您这边看来的话，不管是电商游戏类还是其他工具类等等，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在做素材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经验？在 Holiday Season 的时候，素材是确实是跟平时是不一样的。刚才Claire 有提到这个，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大量的这个素材的测试，其实在我们平台上来看的话呢，其实是有的。我们会通过数据会发现，如果说在对于这个游戏厂商来说呢，这个你的素材在 Holiday Season 的时候，你的老化会非常非常的快。这就是为什么通常来说，可能我们举个例子，一个 video。它的生命周期在1到2周，如果正常情况下来进行推广，但是在 holiday season 的时候，2-3天之后呢，你会看到它的 CTR 或者是说一些转化就会再降低，原因是因为在 holiday season 的时候，有太多的这种你的这种广告主在进行投放，有海量的这样的一些广告去 target 我们的这些用户，那用户的话也会有一些所谓的审美疲劳，那所以说呢，在 holiday season 的时候呢，其实在素材上面的话会更新会比较快，第二个的话呢，像我们这边有一些大的一些大厂了，然后他们会专门针对于 holiday season， 比如说圣诞节，然后Black Friday 的一些推出的一些为主题的一些素材，从而来吸引这些客户，同时呢也会提高他们广告的一些所谓我们叫 relevance score， 就是说当你在这个使用这些符合现实的这个现在这个 holiday 的一些素材的时候的话呢，你本身在广告的表现上边会有一定的一些优势，以及说一些转化，同时呢你抓来的这些用户的质量，我们看到了有一些明显的一些提升，所以说这个的话是通过我们平台上一些广告的投放数据来得到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分享吧。对，好的，谢谢。不知道就是您这边有没有觉得，比如说最近您看到的哪一类型或者哪一个素材创意是比较吸引你眼球的，让你眼前一亮的？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平台上边其实蛮多的，就是素材的话有图片、有视频，还有说交互类的，所以说这些的话其实是蛮多的。其实我觉得吸引眼球的可能是一些关于一些它的一些主打的一些主题，比如说有一些游戏的话，它使用的是一种所谓的就是比较有意思，是一种故事类的，就是说它讲一个故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SLG 游戏这种策略游戏，那它在投放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表现好的，比如说是它使用的其中一个英雄人物，然后来产生的一个故事，所以说这样的一些故事线就让大家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能够吸引住客户的。那我们发现的一个数据来看，就是观看3秒、观看10秒这样的数据，对于这样有意思的一些素材，它的这种比例的话，比起普通的一些你只是展示一些英雄人物或者是说战斗场景的这样的话呢，它会提高不少。那转化率相对来说的话也会提高那另外呢，我们通过游戏的这个内部的一些所谓 retention 的这样就是留存来看的话，也会有一定的提高。好的，感谢。那亚东总，因为您这边，因为确实各个厂商在制定游戏素材或者策略的时候，可能思路会不一样，所以您在这边作为就是游戏开发者，也想听一下你们自己内部对素材这一块的一些想法，就是以点带面，给大家多一点启发。好的，像那个我们这边做素材的基本出发点是，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提高这个留存为第一目标，所以我们的素材更贴近于游戏内的真实场景或者是真实的一些玩法，不是说我们让那个我们的优化师或者是那个美工去做成一些很炫的那种，但是我们游戏内并没有出现这种场景的，因为这样的话诱导用户进来，他下载了并没有这个功能的话，他立马会删掉，浪费了我们成本，所以我们的最初
出的那个出发点就是真实的去展现我们的游戏场景，然后增强我们的那个用户的一个留存啊。因为我们最早之前测试过，在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测试过一些跟世界杯相关的题材的，包括是我们的游戏的 icon 什么也都换了。换了之后呢，我们后来去做这个数据分析的时候，发现我们 Google Play 那里边的转化率，包括是我们广告后台的那个转化率，全部都有所下降啊，并不是说迎合某个热点去做了你游戏内实现不了的，它就会达到很好的效果。我们的游戏其实是说世界杯，我们这个也能很好的贴合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里边去，因为我们游戏里边可以创造世界杯的玩法。但是呢，这种呢，你不见得说所有的玩家都会喜欢，而且世界杯的用户跟你产品本身不太的话，你下载下来之后呢，它不是你们目标用户，所以你留不下来，啊。好的，谢谢。其实刚才亚东总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一点，因为确实现在各家都会用一些创新的手段去吸眼球，就从素材的层面吸用户眼球，但是如何做到转化和后就是安装后的用户数据的这样一个平衡，是各家都在摸索的一个事情，都在不断探索。我觉得这一个，我觉得可能在座的很多开发者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下面我们也想就是请教一些各位嘉宾，对于就是运营投放这一块，因为我们了解到就是市场上在节日期间投放的时候，有一些开发者或者合作伙伴，他们的策略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因为他们知道可能这段时间买量比较激烈，就可能在预算和单价上会保守一些，但也有一部分开发者，他们在节日前投放的时候会重金甚至加大预算，就是为了在这一波时间内能买到很大很好的量。那就在你们看来的话，你们不管是自己公司还是对接的客户，他们在制定节日期间的营销策略的时候，会有哪一些不一样的思路可以就是让大家借鉴和学习的呢？这个 Harris， 要不你先说一下。好，没问题。我们的话呢，Nanigans 除了帮助我们的客户来使用我们平台来进行优化之外呢，我们也是给我们客户提供很多的一些关于策略类的一些东西。那我这边的话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策略。刚才呢这边就是主持人这边呢聊的是非常非常对，就是因为每一家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不同，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投放的一个策略。那我这边的客户的话有在所谓的 holiday season 呢，他们缩减预算等过了之后再放开的，有这样的，就是所谓比较保守的。也有说比较激进的，但是呢其实是不是在 holiday season 对于游戏厂商来说一定要压低预算，其实是不是的。那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方式的话，大家可以做一些尝试，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分享。首先呢，数据表明在 holiday season CPM 上涨的时候，对于亚太区 APEC 以及拉丁美洲这边的话呢，其实它的上涨并不是很明显的。所以说如果是做全球类投放的时候，在 holiday season 的时候，你可以 shift 你一些 budget 转到亚太区以及拉丁美洲的。尤其是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巴西市场是一个非常增速非常快的。另外的话，巴西市场的这个 iOS 的 App Store 现在也接入了美金的一个支付，所以说呢，其实那边的话我们看到是一个增速是蛮快的对于这个巴西。那这个是一个是对于这个地域类的一种方式。第二个的话呢，你在第二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个地域类的一个投放之外的话呢，我们也要考虑说另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的数据看到的话呢，安卓和 iOS 的进行对比呢，在这个 CPM 上涨期间的话呢，安卓的上涨其实没有那么明显。那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预算上边，在分配 iOS 和安卓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向安卓来进行倾斜，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刚才有提到的所谓的这个素材，那是否能够利用假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来提高你的这种relevant score， 然后是否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些 app 里边，在游戏的 app 里边的一些活动来提高你的用户的一些转化，或者是说增加他们用户之间的一个 engagement， 我觉得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另外就是可能是比较一些细节了。如果是在座各位有做广告投放的话，那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我想讲的是，第一个呢，就是在广告投放的时候，你的 audience，
比如说之前的时候是你是定位在北美或者欧洲，那你其实可以尝试把它放宽，放到 worldwide， 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池子，让你去可以从中的话呢抓到一些所谓便宜的一些用户。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你在出价方面，我们可以选择所谓的这种手动出价，以你真实游戏所承担的这个 LTV 来进行出价，而不是说是以预算为导向。我们可以转化成以 LTV 为导向，这样的话呢，能够进行控制成本。那至少如果说市场的 CPM 推得非常高的时候，至少会出现的情况是你按照你的 LTV 出价，你可能拿不到量，但不会说是出现你因为以预算为导向，你抓来的用户的成本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这些的话是对于我们优化师来说的是一些策略，大家可以来进行使用的。那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通常给我们的一些客户提供的一些策略，对于这个 holiday season 的一些投放方式。另外就是跟大家分享多一点的一个，就是在于 holiday season 的话，因为电商的加入，电商与游戏的不同是，游戏通常来说 LTV 是一个差不多是一个固定的，是一个 fixed 的，但是呢，电商可以通过一些 promotion。它会不断地发掘你的用户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购买的一些潜力，它可以把用户的所谓的 value 来提高的，那也就相对于来说它可以承担更高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我觉得在 holiday season， 尤其是游戏跟电商以及工具类的这些投放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策略怎么来进行操作，策略上来怎么调整，那在实操的方面的话来怎么来进行利用各个平台他们这里边的这些就是投放的方式和工具的话怎么来调整达到我们的最优，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来说的一些策略。好的，非常感谢 Harris 刚才分享了，既分享了有关趋势，就是分不同品类趋势的很多经验，也有很多实操性的东西，怎么样再借着这些去进行投放。那么 Claire， 因为你们追踪平台可以拿到的数据是非常的多，各个品类也都有，然后所有国家都覆盖，那您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数据？首先其实刚刚 Harris 他的分享我觉得是非常有实操性的，就是指导意义的，而且确实跟我们这边能看到的数据非常的一致。他刚刚提到了一个是从地区这个角度去扩展，那我是非常认可的，从我们的平台能看到哈，首先就是从整个的 Q4 游戏呢，虽然是受到了这个电商的影响，整体的 CPM 然后 CPI 会上涨，然后我们会发现十月份是一个峰值，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其实会开始回落，但这个时候呢，你可能需要明确你自己的目标啊，第一个是你到底是要货量，还是第二个是你 OK 这段时间第一个是你这段时间可以不太计较那个 LTV， 只看量。第二个呢，就是 OK 不行，我除了只看量，我还是必须要看 LTV， 我要看我的成本回收 O 不 OK， 这是第一个你要明确的。那如果是说这段时间 OK， 我可以就是只要一些量，我要用户数据用户量要更多的话，那除了刚刚 Harris 提到的一个巴西市场，其实在我们这边能看到俄罗斯市场也是一个 CPM CPI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市场，所以大家可以考虑这样的地区，巴西包括也是，它是基本上 CPI 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如果你要考虑货量扩大区域的话，这些地区你是可以思考的。那第二点，其实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厂商来说 ，LTV 就是它的回收还是最重要。毕竟你回本了，你才能有持续的流水，可以去扩大投放，或者是做更多的营销等等。那从这一点出发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不同类型的游戏，它的策略呢就略有不同，尤其是针对于中重度游戏，可能在 Q4 的时候，CPI 有一些还是会受到一定的波动，会上涨，但是呢，这个时候它可能因为 CPI 上涨不适于扩量，但是对于做回收却是特别好的一个时机。所以我们还看了另外一些数据啊，是关于做在营销的这一块，那我们看了 retargeting 的 conversion， 还有包括它的 cost。在 Q4 的时候，尤其是针对于中重度游戏，很多玩家他们会考虑通过做回收然后通过做 retargeting campaign 来提高自己的 ROI 和回收，所以呢除了地区之外，那么广告的形式也是一个思考的方向。对，我这边主要是这两点。
好，谢谢 Claire。亚东总，因为咱们投放这边其实跟产品跟整个公司的风格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也是想听一下，就是你们公司在节日期间运营自己产品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角度出发点，包括最后落地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战略呢？好的，从那个节假日投放这一块来讲的话，核心还是说要从产品去出发，就是每家公司每个产品它特点都不一样，但是出发点呢，就是你产品要足够好，并不是说我们为了去迎合某一个节日点，把数据没有调好的产品拿上去仓促去上线去推广。那产品呢又大体分为两部分，第一呢就是像 RPG 这种重度游戏，它侧重于回收数值这一块的产品，那它其实不在乎说我平时一美金，或者是说到节假日4美金，但它更重要注重看的是某一个时间段内它这个 LTV up 值的数值的增长，只要能 cover 住它一定会放开头。包括像我们这种单机游戏或者是说这种休闲游戏，我们投放的话可能更注重于看它的一个长期留存，如果说这一块的数据能达到我们要求，那我们也是放开去投。然后从第三个方面去讲，大部分的海外的平台 Facebook 也好 Google 也好，包括是各家的视频渠道也好，其实它的出价方式是比较灵活的，尤其是 CPC 跟 CPM 这种出价方式。如果当你出价的你的产品足够好，然后你的 campaign 包括你的那个产品端这几个维度，然后你广告展示之后呢，用户点击然后到下载，然后一个流程它效率非常高，那这个平台会判定你这个产品包括你 campaign 质量是非常好的，那它会给你更多的不断的去展示，这样呢反倒是会把成本去拉低，并不是说一定会涨啊。谢谢。谢谢啊，董总。那个刚才咱们聊了很多关节日的一些话题啊，那我们现在把时间段稍微拉长一点，其实一年之中随着季节性整个市场也是有波动的，包括可能夏天冬天相对来说比较旺季。那各位嘉宾觉得就是在一年之中的话，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整体上的趋势，然后在用户获取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这个让亚东总继续分享一下。其实从我们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周末效应以及这种暑寒假包括这种3天以上这种假期的效果就非常明显，因为我们的用户偏向于低龄阶段的话，他到周末或者是这种节假日头他的时间会非常多，那他下载下来产品之后呢，对整个产品熟悉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的产品就很适合于在这种节假日去做这个整合营销，包括是线上的推广也好，包括是跟其他的一些品牌商做一个co-marketing 这种联合的市场营销活动也好，就对我们整个的生态是那个作用非常非常强非常大的。对，好，谢谢亚东总。对我们的产品还是帮助非常大啊。好的，对，因为亚东总那边刚才提到了是他们的产品是休闲偏休闲类，那 Harris 这边因为您对接国内很多游戏大厂，其实中动度应该是非常重的一块，对，不知道就是这种游戏品类不一样的时候会不会就一年之中你看到趋势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趋势的话是一定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不光是说一年中的这个趋势了，包括我们可以讲周一到周日这7天的话，周一到周五和周六周日的量和这个CPM 以及说它的转化的话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通常来说的话，周六周日像刚才亚东总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抓来的用户的话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比如说安装也好啊，还是说试玩也好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他们的量会比较多啊。所以说另外的话呢，我这边看到的蛮多的一些重度的游戏的话，因为我们都是全球投放，然后所以呢我看到的更多的一些可能是跟游戏的生命周期相关的。那通常来说我们把游戏的生命周期可能分为4个阶段soft launch global launch 然后 maintain 然后最后的话 bend the curve 就是最后的那种下降期。那我这边的话呢看到的这个趋势可能更多的是跟这个游戏的生命周期有关。
端。那当开始 soft launch 的时候，以及说 global launch 的时候，你的这个 CPM 会相对来说非常的低。我们通常也会叫这个所谓一个 bonus 的一个时期吧，或者是 honeymoon 也可以，蜜月期。那你会拿到很多的量，以很低的一个价格，用户质量也非常非常好。那当到了一个所谓 maintenance 的一个时期的话呢，可能你的 CPM 会上涨，然后呢，你的转化的话也没有之前那么好了。但是呢，你的营收可能会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往上涨。那之后的话，在一个下降期。那我这边的话，更多的看到是用户的话是在量也好，还是转化也好，是通过一个生命周期。那说到这个我们的节假日了，这个当然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也会发现有更多的这个量，包括我们所谓的 inventory 哈，就是他们的这个用户，那来说的话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增长。所以说这个是我所看到的一些对于重度游戏，比如说 SLG RPG 之类的游戏的一个趋势。好的，谢谢 Harris 的分享。那 Claire 作为一个追踪和数据搜集一个平台，我相信您这边也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可以提供给大家。刚刚呢 ，Harris 他可能从每一款产品的不同时期、不同周期啊，来做了一个分享。那我这边呢，还是从三个地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的数据。其实游戏它本身也可以细分为很多类型了，但是因为这次可能我们就是看了一个宏观一点的，就没有分具体的细类了。首先从全球市场上我们来看呢，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如果按上下半年来看的话，下半年其实从全球市场哈，它九月份和十月份从这个市场花费或者说广告主的市场预算投放来看的话，是下半年最高的这两个季节。然后这个数据呢是取自于从我们看的是从去年七月份到截止到今年十月份的一个数据。那么这是下半年，上半年呢我们看到的有意思的是三月份和四月份这两个月份是全球市场上就是花费会比较高的月份，这是说在全球。然后另外如果是亚洲的呢，亚洲还是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啊，它整体是大家就广告主会愿意去出价，然后去增加投放的一个月份，所以它基本上是最高点。然后如果是美国的话，美国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亚东总刚刚讲的他们可能休闲游戏啊这个暑假比较相关啊。我们看到美国在七月份的时候，不论是去年还是今年也好，都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它的花费呢是达到了一个峰值，而且较其他的月份都是高出了至少25%以上。所以这是几个地区可能就是如果把时间段拉长啊，全年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表现。好的，谢谢。刚才三位嘉宾已经提到了很多就是跟实操跟趋势相关的东西。那回到现在节日马上要靠近了，就你们觉得就是其实不仅是节日的竞争激烈，其实现在整体的市场都是尤其是买量市场是变得越来越激烈，2018年这个趋势非常明显的。那这个突出的当然是更是节日期间，所以在你们看来的话，节日期间买量或者做营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你觉得对这些挑战的话有什么样应对措施，或者说挑战对应的机会的点在哪里？这个亚东总。其实节假日对于从我们这边产品目前的角度来讲，可能最大的挑战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的功能更新的数据有没有跟上来。如果说这块数据跟上来了，就是说我们整个从中国区以及说东南亚大部分区域的数据来看，我们的产品肯定是能 cover 住它这个留存以及说整个回收什么等等这一系列的数据的。所以我们这边主要是说在那个后端给我们的支撑到位。然后说节日的市场营销这块的话，就是我们选择从线上这块侧重，从线上这块出发，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签约的全球大概有100-200的这种 KOL 大型主播一起去做这个活动的一个线上营销活动。然后呢我们也会配合国内一些出海的大的厂商，比如说华为、 OPPO、 VIVO 这些智能的手机硬件品牌，跟他们做一个联合活动。比如说我们会鼓励我们的签约主播包括是我们游戏内的玩家做一个圣诞节活动的一个传播活动，然后
传播的数量比较多的玩家或者是主播之类的，就有可能获得华为的什么手机。我们确实这也会给他们真实的实打实的手机，包括我们的产品内周边做的一些充电宝啊，然后是说音响啊，都是跟我们的那个产品的 IP 相关的一些周边都会给他们去做发放。那这样的话整个的他那个用户的活跃度可能比平时要提高3到4倍。谢谢。谢谢亚东总。就是听亚东总说到自己产品的时候，因为是比较结合自己产品品类包括特定区域的线上加线下的这样一个营销策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那 Harris 这边肯定跟广告主沟通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说，哎呀，可能年底这个市场又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他们又会什么样的策略出来呢？对啊，说到这个假日期间啊，就是最大的挑战就一个字，贵。所以说这个的话其实影响的东西是蛮大的。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尤其是对于游戏来说的话，你这个 LTV 像我刚才讲的基本上是一个 fixed 的一种方式。如果说太贵的话，你的钱花出去如果钱赚不回来的话，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就是在假日期间的话呢，可能用户的一些时间可能也会被切割。就是说大部分的比如说有电商对吧，相信双十一昨天大家大部分的时间应该是在购物吧，对吧？所以说可能你们对于玩游戏的时间是稍微搁置了。所以说其实对于用户来说的话呢，除了本身的这个就是这个时间的这些分配的话，那还有一些你的竞争厂商，比如说我们一定是有竞品的嘛，那如果他们也有下载之后的话，他们在这个假日期间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in app 的一个活动的一些运营，其实对用户影响是蛮大的。那比如说你们这个广告推过来同一类型的游戏，我下载了3款到4款，那我到最后决定玩哪一款，那你们哪一个点吸引住我了，那能哪一个点呢能把我留在你的游戏当中，而不是说很快的就流失掉。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就是我们的广告主在运营团队方面的话也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结合我们的所谓的 holiday season， 你们内部的一些运营的一些 activity 是怎么去做的，所以这个的话也是所谓的一个点了。那当然刚才讲到这个贵的话呢，之前也有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来避免，就是说尽量不要碰其锋芒。因为电商确实在这段时间，像我之前聊到的，他们的预算，电商在 holiday season 的预算是平时预算的10倍，而且他们可以承受的单客的价格的话是我们游戏没有办法去跟他直接就是正面进行比拼的。那刚才也是Claire 也有聊到的话，也是通过一些用户召回的一些方式的话，尽量的提高你的 ROI 的同时，避免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竞争。好的，谢谢 Harris。最后吧，给三位嘉宾抛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问题，大家可以放开来说啊，就是你们展望2019年的话，会觉得整个游戏市场或者说在买量的趋势、广告形式。就是大家会重点考虑国家等等，就你们觉得2019年有哪一些趋势是你们观察到，而且觉得是对于其他的开发者来说也是一片蓝海的？这 Claire， 你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正好，其实我们AppsFlyer 最近刚出了一个报告哈，是那个游戏市场 gaming 相关的出了一个 marketing 的 report， 然后里面有三块进行了一个分享。第一个呢是关于类型。这一块有没有一个什么变化和趋势？从整体这个大盘子来看哈，大盘子在上涨，三个类型，一个是中重度，还有一个是休闲游戏，还有一个是超休闲游戏。那我们会发现呢，从今年 Q1 到 Q3 来看的话，每个 Q 中重度游戏的占比在下降 ，gaming 呢基本上保持一个持平，然后。超休闲游戏是最近我们看到它的表现会越来越突出的一个品类 ，OK， 所以，什么叫超休闲游戏呢？可能主要是通过做变现的这个类型来进行营收的一种休闲游戏。那有可能哈，一些开发者可能可以针对这个趋势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市场可能性去挖掘。那第一个是品类。第二个呢是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看留存这个指标，其实，这个留存这个指标呢，我们比较了2016年、2017年到2018年逐年的一个指标的进行一个对比，
三种类型的游戏，每一种类型的游戏它的留存都在逐年上涨，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那留存在上涨的话，说明如果我们要做变现的话，那它肯定是一个利好。 OK， 第三个呢是说，在整个市场上我们会发现啊，其实休闲游戏不是超休闲游戏哦，休闲游戏在众多品类当中它是有最大的白金玩家的一个游戏的品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那个购买频次、付费频次表现是在这些游戏当中最好的。其实结论跟我的想的还不太一样。我原来会以为可能中重度游戏它的那个大额玩家、白金玩家会更高，但其实我们看整体的报告呢，却发现是休闲游戏。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 AppsFlyer 的公众号，里面有比较详尽的这个报告，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趋势。好，谢谢 Claire。那么想听一下东总最对2019年整个市场的一个展望。其实从游戏行业来讲哈，从2019年的话，肯定会形势比现在要更加严峻一点，因为国内的话是受于版号的限制，所以大部分被迫于出海。但是出海的话，本身盘子可能就增长缓慢，或者是本来就固定没有增长的情况下，那开发者去增多了，要抢那些去用户，必然导致成本的翻倍增长，啊，所以这一块呢，刚才 Clay 也讲到，说那个休闲游戏或者超休闲游戏它在增长，这是肯定是一个大的趋势，因为重度玩家，他的那个基本上就是说已经掌握的那些大厂手里边，你再去从那个大厂那种固定的 IP 游戏中去抢他的用户，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啊。然后呢，这个失败率也是很高的，所以就是接下来2019年的话，不管是大厂也好，小厂也好，出海的话，小型的游戏可能有机会，但是竞争会更大，因为这个成本一直在往上升，所以就是说去看找一些垂直领域的休闲游戏，然后呢，结合我们这边做的比较好的就是结合YouTube 这些网红或者是直播平台去做一个联合的一些推广。如果单纯的买量Facebook 也好，谷歌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咱们这些视频渠道也好，因为你用户量它的用户量有限的情况下，成本必然是上升的啊，所以要开拓更多的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渠道去做，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可以，刚才说的这个亚东总以及 Claire 讲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些建议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然后我这边的话看到的是经常会跟一些游戏的从业者在聊，像刚才讲的所谓的重度的游戏 PUBG 也好，还是说AOV 也好，这样大型的游戏已经把用户吸引住了。如果说你想要把它给抓走的话，如果做同类型的游戏的话，其实虽然你的游戏是 free 的，但是的话用户会有一个成本，而且用户的 social 的圈子它不会轻易的去转变，所以这就导致了为什么你去做大型游戏在买量的时候呢价格非常的贵。那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来抓这个用户是以要抓高价值用户做类似受众或者说高价值用户的话你来抓去，但我现在的话跟朋友们这个行业的朋友们聊起来，其实现在你都需要把用户的时间来进行切断。所谓大型的游戏的话它已经给控住了，但是呢当它比如说在地铁上或者是说在等公交的时候，这样的碎片化的时间是否可以来进行利用，来切入到这些高价值用户的碎片化时间，从而实现 in app 的这种营收，这个是我们在讨论的一个问题。这就为什么休闲游戏一直在有，前一段时间的话包括我们可以讲的 idle heroes 这样的一些卡牌类的算是一些休闲类游戏，以及说我们国内的这个小游戏像海盗来了之类的，这样的为什么营收能够突然间爆发，就是它的切入点是切入的非常非常的一个正确的。那刚才讲到的其实不太认为还有蓝海，我认为全是一片红海，只是看你在这个竞争的环境下怎么利用你的这个策略能够切中你的所谓的这种目标客户。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一个时候或者任何一个趋势以及任何一个竞争环境下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好，谢谢 Harris。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从开发者、数据追踪平台以及专业的投放运营的各个角度跟我们分享他们成功的经验。虽然像 Harris 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很像红海啊，但是很明显，2018年我们发现整个市场的新的玩家越来越多，
我们也可以想象2019年中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的开发者不仅仅是会就是放眼于亚洲市场，更多的会放眼于像欧美、东南亚等等全球的市场。那么我们其实今天也是希望借助于这个机会，借助于各个嘉宾给大家分享一点经验，能够帮助更多的开发者去开发出好的产品，能够让更多的用户去接触去使用到他们喜欢的产品，这样子的话整个市场才会更大，就是更加活跃起来，这个盘子才会更加健康的去运营起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几分钟的问答时间，在座的各位听众嘉宾如果有跟节日相关或者是有任何想问到台上三位嘉宾的问题，欢迎提出来。 OK， 好，看来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下一场 panel 了，那我就再次感谢台上三位嘉宾以及在座下面的听众，谢谢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 panel， 感谢大家。